张龙，哎，搜到什么东西了吗？我在衣馆里发现一件绣衣，果然是王朝皇家的服饰。贤明的国王，通过这件绸衣，完全可以肯定武阳是王朝的皇族。王朝公主在雪域出现，肯定是来刺探我们军情的。如果把她抓住了，那也许就能找到隐藏在我们雪域国里的王朝奸细。现在我们和王朝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，而且王朝那边已经提出要用纳农王子做人质才肯议和呀，这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如果抓住了武阳，那我们在议和的时候讨价还价可是太有利了。不过王朝公主现在在雪域是何目的？先抓到人再说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应该封锁所有的关口，严密盘查，它是我们重要的砝码。你去安排吧。是。请出示出城的信函。啊，不会吧，我纳龙王子也要出信函？长老有令，不管是谁一定要拿出信函。哼，不识抬举。驾。老贼，你们在脸上看看不可。雪域魔人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就这么对待王子吗？啊！跟我回去。你看看，你看这小脸冻的。这么惨，这么惨啊！我不回，打死我也不回。好像有点饿了。